今天又是阴天啊，小雨刚刚停，而且风还挺大，你看这潮水一直都没有退下来，风大的时候我估计也会有大货，咱们期待一下，看看今天能抓到什么大货。你看前面还有大爷在挖蛤蜊呢，今天赶海的人还蛮多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四周的风景，你看好多人今天。这个八爪鱼还挺会藏的，你这不注意还真看不见，你看就把个头盖在里面，你看我的天哪，你看哇，这个应该是潮水退了，它没跟着走呀。你看这个大吸盘能看清吗？你看这个吸盘，哇塞，好有力道啊，你看，哎呀，我估计这比壁虎的那个吸盘都有劲儿。来，动起来，别睡了，来。哇塞，这是今天第一个八爪鱼啊！今天，这个没找动啊，它躲在这个海草下面。这个怎么吸盘吸的手还挺痒的？这个吸盘里面是不是有牙齿啊？哇塞，吸的这么结实。你看甩都甩不下来，哇塞，这吸盘真有力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很多这个黄瓢这个江蛤都被风吹上来了，你看这个壳都破了，这个挺肥的，这个季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个壳呀。这个季节猫眼螺特别多啊，几乎每次赶海的时候都能抓到猫眼螺，你看这么一大个，我的天哪，这软软的感觉有点像个沙发的形状，你看，哇塞，给它来个表演，喷个水，你看这水花，这一个猫眼螺啊得一半的水分啊，这个猫眼螺是个大水货呀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飘着一个墨鱼啊，哎，死了这个，我的天哪，哇塞，我还是在海边第一次抓到这个墨鱼啊，这个个头不是太大呀，这个墨鱼，它这个墨鱼上面它有一个盖啊，这里面有一个盖，这个硬硬的像个小船一样，这个墨鱼的这个盖是个好东西啊，听老一辈的渔民说这个是那种挺稀有的那种药材啊，这个它这个盖可以止血，还说可以治胃病啊，我说这个是啥，这是个管吗，还是个管还是个触须啊，我说还挺漂亮的，你看有点像个海菠萝一样，是不是，你看像不像个海菠萝，真少见啊，还是第一次抓到这个东西，可惜还是个死的，在海上飘过来的，应该在海里面死掉的。我闻一下，哎，挺新鲜的，这个还挺新鲜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。